到一天的时间就要迎来我大芒果的小年夜春晚了。2月1号下午，各位明星宝宝来到小年夜春晚现场进行彩排。小姥姥直击彩排现场，发现三只小鲜肉，分别是刘昊然、于梦龙、白举纲。虽然彩排现场很冷，但刘昊然还是很热情的朝我们的镜头打招呼。还有最近处于大事的九爷于梦龙，对镜头卖萌也是可爱的不要不要的。小姥姥在现场发现，此次三人是和何炅、宋柯、高晓松一起为大家带来这首《笨小孩》。虽然三位前辈没能到场一同彩排，但刘昊然、于梦龙、白举纲依旧在极其认真的练习歌词。熟悉走位，想必正式表演一定会带来一个帅气十足的舞台。大家记得锁定2月2号晚20:20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哦。芒果 TV 也会全程多机位互动直播。芒果老兄们，老子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报道。